那是继续跟我作对，所以阿爸你那是处理是不是平安哦？我就唔敢报警。哎呦，干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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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讲过，点到为止。我方志在刚刚惊到过。哥哥，不要！喂！阿乐！阿乐！就是讲哦，你若是继续跟我作对，所以阿爸你若是处理是不是平安哦，我就唔敢报警。切我干叔！哥哥，干叔，干叔！一个地产大王，伊就坚持讲，大哥无业界黑，都无迄个资格代表大业集团甲伊讲合作的代志。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因为你是叶家的人。咱敢真正要乖乖听迄个地产大王的话，就口气我吞袂落去啦。不管是谁要对付少芬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这是办公室的，你来当替我挂耳钩。我是替你挂耳钩，不是烫耳钩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你是唔能够比较想过点？我就走去甲会长夫人讲，你对会长的想法无单纯。我哪会听到曹凤讲，你对会长的想法无单纯？你今日中午12点，啊大业饭店的餐厅，我订一个包厢，你来一桌。我约人吼，嘛要到啊，我去洗手间一下。等下，你不是跟我讲伫厝的，怎才走来遮？聊聊替我想办法，你甲迄个双头听。咱两人唔只当继续伫个会场，还佮有肯借是不边提好处。我有甲你讲过，点到为止。我方志在刚刚惊到我。哥哥，不要！